对他也不谢谢你们的关心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。这个贝母是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个贝母可是好东西，真的。嗯，每家每户必备，就是在我老家那边，这边也是轮村。村的话，磨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磨一下？因为不小心，没办法，因为说的路上嘛，然后那个路不好走，山路都是石头啊什么的。对。比如特别的陡，特别的陡。阿胶有了吗？阿胶刚小毛哥说了，他收到了一点点，但是不多。对，那个贝母就是，对，什么就是管用的。特别是哈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冷，然后那个什么感什么什么什么冒的哈，就是有点多，你们就吃点这个贝母，真的很好。对。赵小米没有，没收到，真的没收到。是的，我们没有卖的东西，怎么说呢？没有收到，根本就。山路跑惯了还会跌倒，那个太陡了，太陡了。然后我眼睛看着前面，然后有一块特就是就差不多这么大吧，这么大的石头，然后我踩在那里，然后就是拐角了，然后就我背的东西就是一起撒下去了。对，包子粉有吗？包子粉也收到了，包子粉刚刚小毛哥收到了一点阿胶，没想到还收到了那个贝母，真的太开心了。我感觉怎么这个板凳是歪的，胖了。嗯，真的假的？贝母可以干嚼，干嚼的效果是最好的。很想买那个包子粉，那个包子粉也真的很香，特别的香。我最近我也穿一下民族服装。最近这几天，你等我再穿吗？等我再穿。你搁这直接换不好哈。啊？你搁这直接换衣服不好。怎么可能直接在这里换？雪太橘好喝吗？我们那个根本就没有收得到，所以呢，就没有卖。嗨，小毛哥，我来了。这回不害怕了，我听到他声音了。小毛哥，人呢？咋？刚刚都不是有声音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出来呗，别躲了嘿。你不要玩捉迷藏的。这小毛。小毛哥，哇摸，这是去哪里了？我看一下他。不是，你找一下他藏到哪里去？你别藏了，行不行？嘿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你想不想看？嘿。一下子就不见了，真的假的？就咋不见了？哎，不会是你听错了吧？应该是我听错吧，但是也没听错，好奇怪。你们听到没有，叔叔阿姨姐姐们？明明是一个人在叫阿米了，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？你出现幻觉，我也是。是不是我出现幻觉了，叔叔阿姨们？但是我刚刚也听到。我也听到了呀，你们也听到，你们都听到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天，不是你干嘛？我的天哪！我去上个卫生间呀，我喊我喊，就憋不住了。啊妈，你吓死我了啊！没有问题啊，然后我去上卫生间，然后走在这里，我喊你一声，让你知道我回来了。我今天被吓两回了，知道吗？前面阿牛去买那个酸奶吃，然后我让他说话，他一直不说话，就一直敲门。还好我在直播，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敢开门。你摄像头没有对着我吧？对着你呀。你不要对着我呀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不要对着我。为什么不能对着你？哎呦，你怎么？不是，你不用害羞呀。他说，不要对着他。过去一下。直播间的，哎呦！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好。
好久不见了哈。嗯，确实有没有10天了？十多天了。算了一下，应该是13天。13天都没直播了。对。哇塞，那时间确实确实是有点久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苗。大家还记得我吗？你们好，大家还记得我吗？好久不见，小白。抱一下不太合适吧？你们先别说呀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。真的，其实我这个人就是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脾气，不太受别人劝，就是别人一劝我可能就同意了。你呢？嗯，你看都让抱一下，我的妈呀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不合适，我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嗯、你就是这话你说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我的妈，这是直播间6000-7000人看着你，咋了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对吧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头发已经染了，染成黑色了，挺冷的。这边还是稍微有一点，你看都非让抱一下，你看那，你看。嗯，怎么说呢？哈，叔叔阿姨、哥姐姐们，现在这个、嗯、朋友之间的抱也可以啊。朋友之间。嗯。朋友之间还有拥抱，来阿娘阿娘抱一个。是吗？对，我觉得没问题哈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是吗？终于可以了。公主抱，那她也不是公主哦，是小公主，小公主是。不是这，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公主啊，你别乱说哈。你可以不认为你是公主，但是不能左右别人的心理，在别人的心里你就是公主呀、啊。哦。对不对，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觉得阿米是小公主的，咱们在公屏上面打上。打个4，不是你们不要打，放一下，我的天！你看，这样我就很。人家都说你是小公主，你看。是。看到了吗？小公主。你就是小公主。不是小，人家小公主是，小公主难道就不能长大吗？啊。不，我不是。小公主的手就难道就不能受伤了吗？对不对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小公主难道就不能抱一下吗？对不对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没毛病吧？我觉得我说的。嗯，这个，我觉得我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，对吧？你看，都说是，你看公屏上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对你太优秀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太优秀。一般有一句话，我始终相信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这话是我非常的认可，对吧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还是有点冷。我说太矮了，然后跟你没有瞎扯，你矮个什么，比我还高的。不是你这样。对了，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好，都非常热热抱那个。不是，先不要抱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难道什么惊喜比抱一下更能够让我惊喜的吗？我觉得更重要。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要，那你说是要抱一下，先抱一下还是先给我惊喜？没有说要抱啊。啊？我的妈呀！谁说要抱了？没说吗？没说吗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有没有说？我也忘记了，我这最近脑袋有点记不清了。没有，真的，你看我这也够丢人的，是不是？认识一年多了，连抱都没抱一次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？你是不用看不起我，真的不用。不是你干嘛？我们一直都很好，好吧？是吧？只是你觉得很好而已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在一块哈，就是。只是你觉得很好而已。我觉得很好，那你不觉得很？你觉得好，
打个问号。打个问号。这。对不对，哥姐是啥意思？你看，都公屏上面都让报一下，不行，咱俩就简单的报一下就行了，就朋友之间的报一下。啊，你握个手吧。哎呦，我握你什么手？握手？有啥好握的？啊，就报就不用了，握个手就可以。我不干，趁机想一想，握我的手是吧？想啥呢？你以为我是你想摸就能摸的？阿哥。抱一下是不是？咱们是不是谁也碰不到嘴？我要把衣服这样给他藏起来，我手不露出来。你也是的，手绝对不能露出来，知道吧？你要露出来了，那就说明你有其他想法了，知道吧？我这个人是很纯洁的，朋友之间的拥抱，知道吧？就很简单的这样拥抱一下，就简单的抱一下，知道吧？不要想着有什么更进一步啊，又亲啊，又吻啊什么的。我跟你说，不可能，你想都别想，我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啥？你说这话给谁听了？给你听的呀。那你说给我听干嘛？我搁我们那边就是不管是再怎么亲的朋友，我们都不会拥抱的，我们就简单的握个手啊，然后握手不可能，各个扶二扶啊，还有幺二幺什么的。常见的。对。你看这丫头，你看。那个怎么说呢？我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继续的点点赞。嗯、今天我要不抱他一下，我就下播了。你自己抱吧，我走了。你走，你不，你不了，你咋不走啊？对，那个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嗯。不知道你不喜不喜欢，我去拿一下。哎，你干啥？真的是，嗯，哎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反正最近还挺难的。啥？你这什么？你猜一下。那我还要猜吗？都看到了，他还叫我猜一下，那就在他手里，他让我猜一下。这怎么肯定？这不肯定是买的什么菜吗？菜。算你的，这衣服，你又给我买衣服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，不是你听我说，给你看一下，不知道你。不要乱花钱，知道吧？我有衣服，我刚有衣服穿的呀。不过这个是都是去年买的，这是什么？这衣服都是去年买的，真是。是的呀，所以呢，我就看着怎么说呢？因为最近。但是我这个衣服虽然说去年买的。你这个不保暖。确实有点小，这那样的，你要这样，我今天有可能有点吃胖了，哥姐说，我这样就会有点紧。你看一下。我靠，这颜色太骚了吧！我刚刚。兄弟，哥姐，叔叔阿姨，我能不能驾驭得了？那可以。关键这个多少钱？这没多少钱。多少钱？你看吊牌也没有，很便宜的，没有吊牌。你在那瞎扯。这个牌子我好像见过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，都没有吊牌。我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很便宜，就是反正怎么说呢，我。很便宜是多少？啊，很便宜是多少钱吗？很便宜啊。嗯。反正就是打了九买的。多少嘛？我忘了，不知道，反正就特别便宜。我怎么买的衣服居然忘了？哥姐们，你们相信吗？哦。多少钱居然忘了？啊、我记起来了。啊、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猜这衣服多少钱？嗯，好像是，好像是七十八买的。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现在你们知道我现在想说一句什么话吗？阿米啊，就我在市场上面买的。我想问一句非常真心的话啊。嗯。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估计直播间的很多人也都会有这种想法，好不好？阿米，嗯，我们认识多久啊？我们认识一年多了。是的，这一年多我没有得罪过你啊，或者没有哪里对你不好吧？没有啊。